好的，艺人金刚昨天突然抛出人在机场的照片，透露给自己的暑假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，要动身前往厦门，接下来要到大陆横店去拍戏。金刚说这是好久没有的行程，内心的激昂跟澎湃难以用言语形容，只希望去横店会变瘦，然后不要中暑。他同时还抛出跟机上穿着防护衣的空姐合照，感谢他们的辛苦。他在今年五月才刚跟小贤一起开直播宣布两个人分手的消息，让外界相当惋惜。这之后他让自己休息了一段时间沉淀心情，如今终于打起精神，还飞出国准备拍摄新戏，粉丝们纷纷献上祝福，希望他能够过得越来越好。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讯息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